场相声下降级表演者高峰表演一条。就是说你小的时候啊，那会儿咱就住啊，对，没事儿你还喜欢写写文章，
没事在家没写几本账，瞎写。对，就瞎写，一点都不行。不是瞎写吗？就瞎写，这是。不是瞎写，不是写瞎了。瞎写吗？不是，咱省着不行。哦，玩儿有量有限啊，咱这不上档次。别客气，写那好极了。我一看他写那文章，写那诗啊什么的，我一看特别好的。是吗？啊，就你写那个我那个，我写的。我眼中那天我看着你写的。您的看您误会了啊，这诗不是我写的。谁写的？我正照着这个临摹呢，练字，抄着抄袭，哎，抄袭，好，抄袭也不错呀，是吧？他都是踏着，你是踏着写，我是照着写，照着写，对，那也写的很不错呀，是吧？啊，鹅，我接着一看，鸡鸡鸡，写不错，这写的不错，压压压，我这。对，挺好，我对你高看一眼。你看的时候正练这个，你鸟字边儿啊，鸟字边儿。对，我看你写字很好，我爱看他写字，爱看他写字画画，画画画的好。还会什么知识吗？还会下棋。对，朋友们可能有喜欢下棋的，这是我最爱。象棋啊，围棋啊，甚至于军棋啊。军棋现在少了，过去多，是什么这个五子棋啊，五子棋也很了不起的，还有国际象棋啊，他都喜欢下，最喜欢下的是中国象棋，对，没错吧？没错，中国象棋，几个人下？几个人下都行吧？不会下的，看不出来，不乐意搭理。我们虚怀若谷，他不乐意搭理。什么问几人下呗？问这问题就不多。不多呀，几人下呀？俩人啊。俩人下，你说俩人管了吗？这不是所有棋都俩人下吗？跳棋六人也能下。你什么抬杠的？抬杠的，你看，斗地主还仨人呢，棋呢，麻将还四人呢。对，对不对？这娱乐方式比几人不行啊？是，对不对啊？几人下？俩人。多少棋子？一共16，我一共32个。用几个军？4个。用几个卒？10个。完了，错了。什么？5个卒5个兵啊！我会下，够不了您这脑子。这够脑子？你象棋买的时候打盖一看，5个卒5个兵，对吧？你打盖一看10个卒，你让他退下。全是黑的，那怎么下的？有十个秃的嘛？这人，您这象棋啊，还是不求甚解。你说大军拱卒，你这边是兵也拱卒，对吗？都这么说，那时候拱兵的很少，进兵对吧？拱卒说惯了，那兵儿卒一样，但是他眼睁他卒那兵，对不对啊？这字我再不认。对，那就完了。反正您对象棋来说呀，很有研究，就是了。他是象棋世家。象棋老世家，就是您家里头长辈就爱下象棋。那没有叫象棋世家，没有。怎么没有啊？你家就是象棋世家呀，都够专业水平。哎呦，不行，他象棋下的就好啊。你是捧他父亲我。什么叫我父亲？你从4岁就怎么回事啊？你父亲我从4岁非常崇拜。别老拦我说话，你拦我说话，哥们误认为我是你父亲。没有，你父亲我从4岁，干嘛非这儿喘口气儿呢？气哪非这儿喘？老爱好者了，对，从哪这么大的
就下象棋吗？你爸不太好。这国心人有这么大，你爸这么大。这么大我比划是。哪大呀？看你这个人，你爸不行，不是女儿。对，就这样。我爸是女孩啊。你奶奶拿她当女孩养活着。你知道太多了。棋盘都得进了，
起，我怎么这么努力？老哥哥，你要回家说一声多好啊！人都看不见，哦，在这儿呢。我以为他走了。我呀，小说你不骑呗，拿我这个马呀，我踩你这个炮，知道？嘿嘿，哎，不行，这炮是我的，这个。看半天把自个儿泡踩了，看不清楚了。老哥俩很和气商量，是这盘棋呀，就是算脱棋，还是说是封盘？就记住哪子儿搁哪儿了，明天接着下面的残局。水兵是文棋吗？那武棋，武棋不行。水兵不怎么样啊，未曾下棋先叫阵，后台我们就有。咱这谁呀？刚才说相声那个，一个叫张九龄的。一个叫郎浩辰，名字都挺好听的。这个郎浩辰呢，管张九龄叫 gay。张九龄呢，叫什么称呼？咱不知道是代表还是怎么的，是吧？反正哪项是 gay？ 咱就不知道，反正都这么叫。不是，跟您公布个秘密啊，您别传去啊。管他叫 gay， 是吧？哎，其实他不是。那他是不了，是吧？这叫 gay， 这 gay 呢，管大郎呢叫大郎。给你又给人一个 gay， 大郎给我外号。给人 gay 叫他乐，他高兴，他乐也叫 gay， 你知道吗？他外号也叫 gay。对呀、啊，现在他妈也这么叫。对，反正就对，他管他叫 gay， 他管他叫大郎，是吧 ？gay 是天津人，是吧？天津 gay 是这样。大郎过来，过来，敢问我比划两盘吗？郎浩辰石家庄人，哪儿他的话我还不会说。御花区的，御花区的，御花区。下棋不叫下棋，敢问我比划两盘吗？比划两盘。啊，在乎你臭棋老道，摆上，摆上。俩人摆好棋了，我投狗。打住，打住，打住！跟皇上老姨来一个，我投狗，当头炮。当头炮跳马拱卒出车，就按这俗套子这么一走吧。简单说吧，不到一个小时下六十七盘。您琢磨琢磨，够摆棋子的功夫。六十七盘还真不错。郎浩辰呐，34比33，险胜给。险胜。你真咬得够紧。俺六十七盘还不行。好家伙的，我赢33盘，是吧？下的好的水平高的怎么样呢？你国际上大师级的水平，他也有输棋的时候。那当然啊，象棋有这么一位大师很了不起，胡松华。你爱下棋，你准知道啊。胡松华老先生，他也唱歌的，对，他也会唱歌，骑马唱歌的，有个马。胡松华老先生，他也输给过呀，下棋呀、啊。下棋有叫胡荣华的，那是大师。不会去看哪个？那他们也之前他们也下，是不是、啊？对。哦，胡荣华，胡荣华，胡先生，那很了不起，这都大师级的人物。对，也有输棋的时候。那保不齐。输棋怎么办呢？没有常胜将军，找老师问去。是。找老师，老师，我下盘棋我输了，老师得问。嗯，挺输的，按棋谱给老师背下来。不，我红旗先走的，我是卒算第一。他呢？他炮206，一步一步说，说的那一步走错了那一步，老师拦住你了。说别说，局出错了，又下回这么走，不能了啊！指点。呦，谢谢老师，长能耐。你说 gay 这样的，你能敢找老师去吗？你更得找一找啊！老师，下盘棋我输了，输了。老师得问问，你有 gay？ 上来之前怎么输的呀？怎么输的我也不知道。这大郎告我将，我找半天没找着哪儿将，将都看不见呢。哎，您没找到哪儿将呢？你说这玩意儿没法教，这棋还下什么劲？啊，所以说这个下象棋啊，越好越谦虚。嗯，但是也有那个下棋水平比较高的呀。嗯，但是为人不太好，不谦虚。哦，那我们小区里有那么一位，对呢，这真是啊，60来岁老大爷，岁数大的，水平客观说挺高的。这附近几个小区啊。好几百号也没有架得过他，但是有点骄傲，有点骄傲呢，这人就不喜欢他了。在小区里赶上天好，那么小桌摆个棋盘啊，什么意思呢？棋盘。
看这棋都摆好了，这手拿一大榔头，又叫锤子的，这手拿一头号大钉子。他不是要跟谁玩命啊，这干嘛呀？他就是衬托他这棋下的好。他怎么能瞧出来呀？谁跟他下棋，他拿这钉子把自己这老将钉在棋盘上，谁还别说把我将死，只要将的我一动这老将，一起这钉子就算输。这话是够大，那意思我老将不动我就输不了。这话大点吧？是啊，旁边人知他下的好啊，不敢跟他碰啊。结果来个小朋友7岁把这个赢了。那这孩子下的更好了。还得一般，他7岁，他从出生那天学才学7年嘛。这老头下5多年了，嗯，这孩子就是聪明，是利用这老头儿轻敌的思想。哦，啊，几只人群，爷爷，我跟您下盘棋，我跟您来一盘。哟，小宝贝儿，行啊，回家吧，回家去写作业去吧，这儿没你什么事儿，你赢不了我。我老爷爷，您跟我学学高招行吗？嘿，这话，小宝贝儿，我跟你学学高招。呵，你看你们都不如这孩子。宝贝儿几岁了？7岁了。你呢？我说你问我干嘛呀？我问你多大了？我七岁啊。我跟你下棋绝对没问题。行，我呀让你们点子儿，我让你啊俩车俩马俩炮四个卒啊。行，我说那咱别下了，对，您对点了，是吧？那您别让我们先点，让我红旗，我先走，你就活不了。不活不了。行。让你红旗，我黑旗，老头说得算啊！拿钉子，拿榔头，黑旗那老将，还真盯上了。哎，看怎么样？盯住了啊！红旗走，小孩头一步把车拿来，要干什么？车一进一，哦，先踢一步，走一步车，这是个败笔。是，为什么？车一走，这马呀，没人看着，没怎么走的。那边对方那炮过来，白奔一马走，这车跑了。是。老头儿一看这外行，估一下呀，嗯，有这么斗气的吗？吃这马犯不上，还不用赢不了了。让一步，拱边图，这就自当没走。哎，赶紧把车撤回去，看着马，或者把马跳开。拱边图，小孩第二步又把车拿下来了。这回没往回走啊？走的什么？平着走，车一平四，这叫站累，搁那世上头。是。老头儿一看这孩子肯定强迫症。就走这一个，这让人吃了再走下一个，还有人来是吧？又没理他，拱那边边图，拱俩图，又拱一图，还有第三步，把车拿起来往前走，直戳士将军。您会下象棋，您说这怎么办？嗨，怎么办？这老将把车就吃了，拿谁吃？拿老将定着呢。上将。上谁去？老将定着呢，他动不了，一动老将就算输啊！你这怎么办？眼瞅着三步把他赢了，老子这知棋士这多好啊！想不到啊，来直戳士将军死了。嗯，这就是什么呢？不能骄傲。对，你水平再高，你骄傲就没劲了。他做的要没什么好样的，水平又高，为人又低调。确实，我们应该向孙大爷学习。这一般的人还不知道。叫罗一鸣，我爸孙大爷，无所谓，孙大爷无所谓，我爸都不一样。别，姓栾呐，栾大爷，这差不多，对吧？反正就是像你父亲这种性格学习，学习的性格，学习性，非常的内敛，很低调，不好张扬。嗯，为什么我知道他父亲水平高呢？我跟他父亲下过一回棋。对，那天我上家找你去。你不在家啊？你喂王八了？我是龟苗。不是，你上那个老魏那忙活去了。你说清楚咱把这话。对，老魏那忙，他爸自个儿在家呢。我一进门，我说孙大爷，那个孙大爷在你家正要往外走。孙大爷，您慢点啊，您慢点。进门，瞧你父亲哭的在这儿，哭的又在这儿，都想我妈了。想我妈了，不是，我呀不想活了。哟，我说你怎么不想活了？你怎么意思？你脑袋死了？谁？你说，但是这事儿没有顺着的，没有顺着的。你说你怎么不想活？嗨，这老孙呐，太可惜了。我们俩下象棋啊，他老赢不了我，我跟他玩儿没意思。他走了，这就不想活了。他都不想活，遇不着对手啊，活着有什么劲呢？他这竞争才有意思。哎呀，我说您要是这么就想死的话，您早死了。
饭吧，他不是下午问您吗？我给您找一高手来，哎，胡荣华，我给他叫来，叫来你死更快，对不对？哎，哎不，别胡荣华，就你，你就行，你就能把我弄死啊？是啊，咱这就开始吧。啊，喂，那掐死他！他说让我弄死吗？你还真在，咱俩呀，下会儿棋啊，你肯定下不了我呀，我教教你，教教你。下不了，下不了，你肯定下不了我呀，我呀教教你。我一听，怪小这个，打小时候他都哪都腻着这个，对对，我都腻着这个。但是您这救他条命啊，是吧？谁就带着我走的慈善怎么办？您家有棋盘吗？有啊，好些个呢。你说要什么都有啊，棋盘倒是富裕，是吧？这些几十年吧，也攒了这么好几十柜子。全是棋盘，家啥啊，棋盘有个拿出来，棋盘呀、啊，棋子啊，都摆好了。是、啊。我说你要不让我子儿，这棋没法下啊。要让。行，让你子儿，让你呀、啊，一个车一个马。俩。你爸爸让我一个车一个马。嗯。让你太太，我跟你爸爸，我们兄弟哥俩，谁先走？我爸先走。哎，我先走了。这你还对不起我，是吧？对不起。你猜就猜住。我让你走，你怎么还先走？我让你爸先走，他不走啊，他告诉我红先黑后，让子儿也红先黑后。我一看我红旗，我先走啊。先走啊，也不是他事儿，赢不了他。对，先走这盘棋啊，40分钟下完了。40分钟，你猜猜，我跟你爸爸谁赢了？我爸爸赢了。哎，我赢了。我也没想到能赢啊！你正常好好下去，绝对赢不了啊！是啊，他不让子了吗？让我一车一马吗？我趁他没注意啊，我偷他俩炮。那都快！那这是学俩学俩棋谱上说的啊，哪句啊？棋谱有明车暗马，偷俩炮，就偷俩，偷吃炮，偷吃炮也是偷的。你偷吃的，你不能拿人子儿啊？哎，不算偷吃的。他没看见，这有点骗老头似的。他还纳闷儿，炮哪去了？他以为记忆力衰减了呢。我说爸，您赢了啊，您不走了，我别走，再来一盘，再来一盘，我倒瞧我那炮哪去了。来，40分钟，第二盘棋下完了。是，你猜我跟你爸爸谁输了？我爸爸输了。哎，我输了。看你啊，我输了。你怎么又输了？我怎么又输了？根本也赢不了。他爸爸把花镜戴上，戴上花镜一认真，我偷了炮吗？刚一伸手，哪儿？哎，别动！刚才我那炮就都没了，偷不了啊！是啊，赢不了啊！不是没关系，1-1，这叫平，我平不叫和啊，叫平平，对不对？平也行啊，我跟您平，一人赢一局，我走了，别走，再来一局，来来，3-2，现在到了赛点了。还要赛点，赛点该吃炮。来，摆上第三盘。外下这玩意儿，还下？第三盘棋40分钟，我问你爸，下完了40分钟，这个两个头，是你猜的，我问你爸。看何棋，何棋，你猜也何棋，不猜也何棋。此何棋，我有战术，我跟他对子儿，对子儿，车对车，马对马，炮对炮，对子儿，子儿再有一个车一个马，多俩子儿用优势，最后卒对兵都对完来。你看我这看着棋盘，绝对和棋。我一看棋盘，我乐。剩什么子儿了？没有过河的了。啊，你爸爸那边呢？剩老将，剩将。我这边剩老将，剩人士。你说这棋，你说能不能棋吗？2-2下，对子儿啊，更对啊。你这东西没法下，我走了。一胜一负一和，这也算平手是吧？咱拜拜，我走了。不不，别走，继续下。我有第四盘，没问第四盘，就这盘还下，继续下。这没法分胜负了，这死和棋啊，这怎么下？来回躲老将，别对上脸，多无聊那个，是不是？有主意，怎么办？士相过河当主攻，老将出宫在拐弯。哦，不来。不是您这么大老干将呢？您说这玩意儿哪有这么下的？说穿就让人笑。我说有就有，就有，就有。
多大岁数还这样？怎么了？有毒吧？他是不是？哦，明白了，想明白了，下不来台阶了，他非得赢我。行，给他这机会，让他赢了我不就完了吗？嗯，听他的，说话他爸爸把那象搁在楚河汉界，搁那河边了，我把我那柿子也搁那儿，他爸爸把那象拿起来，没等我注意啊，啪，他爸爸就象了我一下。我一看该我了，把我那柿拿起来吧，我就试了你爸爸一回。你爸爸这么一象我，我试你爸爸，你爸爸象我。